再来看婚姻观，菜市产量占全台的三分之一。过去因为产期小晚，供应参需求开始失去平衡，为着减少菜土菜金的情形，婚姻观互向中央争取，希望建置农产品特产的零连物流。八月大雨造成婚姻观真济蔬菜产地淹水，好近期的菜价持续在悬价下，但过去农民嘛捌因为蔬菜产期集中，发生菜土菜金的情形。为了要稳定调节，阮光复向中央争取总经费12.5亿，希望建立云林农产品零物流中心。我们要解决相关的供销失衡或者是通路上的一个变化上的一个问题，事实上它也需要有更多上的这些从集货场，然后到冷链然后之后的这个保鲜或者是结线，然后到物流上的一个体系，这的确需要。阮光复表示，因应疫情。真侪消费者改变消费习惯，来等透过冷链物流，来等直接供货大卖场，增加不少农产通路。另外，阮光复嘛向中央争取，希望建立云林特产的冷链园区，将云林的百品市场转型变成为现代屠宰冷链分拆场。未来在国际的趋势啊，以及食品安全的要求上，未来可能会走到土地拍卖、土地评级哈，也就是说。活猪不拍卖，不外运，所以正在这个我们是饲养毛猪的大县，我们应该是带头来做所谓的冷链替身。吴广表示，农特产品的冷链物流，会当将农产集货分级和以令保鲜，搁会当拆切包装和仓储运送和线顶的交易，维持农特产品的调节，和价效果稳定，来因应天灾所带来的巨波动，这是农业发展的长久规划。以上有你报道。